对，没错，乔老师这一次又完成了一个钢弹涂装。那这一次我们选用了这一支1:48 Mega Size I78 来做这一次钢弹跟 ROG 联名相关的一个涂装。那为什么当初会做出这样的涂装配色？最初乔老师规划的版本，其实会就我的印象中的 ROG 就是那种比较深的黑色，然后配上一些红色的线条。后来就跟 ROG 的团队讨论了以后，他们给了一个这样的配色方向。那一开始接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，会觉得可能不是一个钢弹迷会去做的一个配色。那最后整个效果，尤其是他用这样色彩去堆叠这些字体啊，我觉得这样堆叠起来，出乎意料的有不错的视觉效果，整体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台湾的 ROG 它的整个包容度，就是可以去做出很多元的设计。整体在制作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眼睛还稍嫌不足。那接下来介绍的东西，那你就需要这个。没错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这个由 ROG 推出的使用 NVIDIA GeForce RTX 3080的芯片，听说这张显卡非常厉害。最重要就是它背景这个图腾跟钢弹有关系，就是跟我有关系。然后钢弹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好不好？那究竟有多厉害呢？我们直接拿出来实体给大家看看。哇！然后整体外观当然主色就是以白色，因为整个 i78 钢弹最重要的配色配比也最大的就是白色。当然它还是有加上其他几个配色，就是有黄色啦、蓝色啦、红色，就这些元素进去，第一个直觉印象就是钢弹。然后最重要的，其实这个三个散热风扇除了有 ROG 的 logo 以外，有没有联邦军的徽章？因为联邦军的徽章它周围这个圈，它其实用黄色、红色、蓝色去绕成一个圈。那这边还有一个地球联邦军的这个标志 EFSF。好，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裸露这个，就是它这一次最厉害的晶片的部分，就是由 NVIDIA GeForce RTX 3080的晶片。那这整个显卡到底有多厉害呢？有了 NVIDIA Refresh 和 GeForce Experience， 使用者就能更轻松的准确测量和降低系统延迟。开启 Refresh 低延迟模式，就能提供更好的反应灵敏度，提升瞄准精准度，并帮你掌握最新的对手位置。GeForce Experience 现在支援 GPU 调整功能，全新的自动调谐器会寻找最佳的超频功能，并维持你的 GPU 调整设定档。全新 G-Sync Power 360Hz 显示器将搭载革命性的技术，名为 Refresh 延迟分析工具。这项技术让玩家能够测量系统延迟，精准分析 PC 如何回应操作。透过 Refresh 延迟分析工具，你可以使用任何滑鼠测量 PC 和显示器的延迟。若使用 ROG 的香农滑鼠，就能测量完整的周边设备延迟，并获得完整的端对端系统延迟资讯，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系统反应非常灵敏且运作正常。好，我们刚前面介绍完的显卡，大家是不是觉得不够过瘾？那么再来第一个，就是如果你用不到显卡，可是你用电脑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用到的，钢弹配色的键盘。对键盘稍微懂，应该都知道它那个轴有什么轻轴、茶轴什么，我是不懂啦。可是这个轴是红轴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整体的设计，除了外观的配色大家可以看到以外，在 ESC 这边有这个联邦军的徽章。再来，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一个部分，它的方向键，那特别选用下这个键，然后用红色的。然后这边这个 V 有没有看到，跟这个其他的符号又有点不一样，是不是很像钢弹裙甲腰部那个地方？有没有这两块黄色的裙甲？然后这个 V 就跟那个钢弹身上那个腰部那个 V 是一模一样的。讲完键盘，滑鼠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一次 ROG 选的这款滑鼠是使用它原本的 Impact 2 的型号。它整体外观除了颜色上的变化以外，再来就是很多上面的细节。那再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联邦军的徽章，然后再来就是这边有印钢弹的字样，然后整体你可以看到有消光的质感，再搭上中间这一块红色是镜面的质感，然后再搭上黄色元素在这个滚轮的地方，我觉得这些细节真的很赞，就像我们在做模型一样讲究。当你启用的时候，它亮灯的时候，就好像你的钢弹启动一样，像钢弹的延伸。你说我知道它这个配色是什么？它这个整个配色是什么感觉？整个配色不是钢弹吗？啊，是联邦制服的。啊，是不是？哇，对，蓝色比较多，对不对？下面袖口啊，衣领啊，
好，联邦制服的配色，哎呦，所以这个键盘配上联邦制服，你觉得就这样就够了吗？我跟你讲，还超多的。哎，刚刚前面介绍完两款，再来就是这一款耳机。如果今天你用不到任何电脑周边，耳机你总用得到。而且这一款耳机它其实就是选 ROG 的 Delta， 好不好？哎 ，Delta 也很重要啊。我们在钢弹的设定里面有一只机体就是 Delta Plus， 哎，是不是跟钢弹有这么一点关系？那它整体的外观就是这种三角形的设计。哎，其实我现在讲话应该很大声，密封性是非常的好的。今天天气很冷，还蛮保暖的。好，整体就是白色，然后配上红色。那中间这边它这个可以延长，那延长地方里面是这种贴铁色。那最重要的就是它这边，当我们插上电的时候，当启动的时候，它是会发光的。这边啊，做一些这种警告符号的标示，就很有钢弹身上的这种警告符号的味道。好，这边有一个麦克风的孔位，因为当我们在玩电竞的时候，很重要的就是要可以跟队友通讯啊。哎呀，原来是通讯的部分。哎，那天我突然折到这，我吓到，我以为它坏了，就好柔软哦。好，耳罩的部分，它的原厂出来是皮革的，那还有另外附这种比较透气的。我就直接啊，对，脖子上。哎，水哦，好，换好了，它这样整个配色又是不同的感觉。那我们刚刚讲完了耳机，还有一个是我第一个首选一定要买的，哎，一个耳机架。这个耳机架一开始我还想说，它不就是耳机架而已吗？除了外观整体设计，还有它的这种耳机架功能以外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，可以直接无线充电呢。哇，这真的太方便了。你看，那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外观。就是这种蓝白配色，然后它中间再带一点这种 LED 的光束，然后上面又印了这个日文的钢弹。前面这边有一个 3.5 的耳机孔，然后侧面这边还有两个是可以让你扩充 USB 的，比如说你的随身碟啦、滑鼠的 USB 要在这边连接的时候，这两个都非常的方便。那刚介绍完了这几款都是小品，那还有一个，这次真的是路由器，帅，这天线有四支哎。不会啊，我这个就是 C 的啊，那个 C 的天线，等等，就是长这样。对啊，蓝白配色啊，就是钢弹的基本配色，它可以依照使用者去做调整，因为WiFi 它的一些强度或是跟你的整个环境会有关系，所以它这个天线是都可以调整的。华硕它在做这个路由器上面也是在业界是算顶尖了，它的稳定度算是最高的。当然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支援现在全新的 WiFi 6。哎 ，WiFi 6是什么？自己上网 Google， 我也不知道。它这边按键的地方做一个黄色的分色，哎，这个小点缀好不好？很有巧思。那当然，反过来背面的网路线的插孔，它也是选用了这种钢弹相关的配色。接电以后，它还有一个很炫炮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接上电源。Unique 钢弹。那它现在在散热孔的地方会发出蓝光，有没有？哦，变最后绿色是什么？精神感应哦。好哦，帅哦，帅哦。好，这款路由器啊，它除了外观上的贴心、性能上的贴心，还有一个也非常贴心，就是它在使用者界面就是一个 APP， 当它里面的这种程序安装完成，它侦测到你有这一款钢弹配色的时候，整个界面都大爆发了，都爆发成钢弹界面，你看吧，厉害了，真的。这个买回去你也不用跪算盘，因为它真的就是路由器。接下来就是几个大东西推荐给你们，受不了哇！你看够大吧，整个占满我的桌面。这个外观啊，大家一看这个尺寸跟这个比例就知道，这个就是斜体降机，这个是 ROG 联名的电竞妈妈电竞萤幕，好不好？电竞萤幕哇，超帅的哇！天元突破，螺旋的感觉，很 smooth。哎呦，你看。哇，好，我们把萤幕组装完成。那这一次 ROG 选择了 XG279Q 这个型号来做钢弹联名的款式。它整个尺寸是27寸萤幕，最重要它是符合电竞玩家的需求。它的更新率高，反应时间短。那最重要的还有 NVIDIA G-Sync 认证，只要是电竞玩家都会去追求的，有 G-Sync 认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。然后你要用。这个电脑看漫画很方便以外，油压臂的阻尼感做得很好，它直接这样拉下来，然后它就叼住了。那刚刚一直讲它跟钢弹联名，
它就是这边会有带一个 I78， 那这边有一个钢弹，你以为就只有这两个就可以叫钢弹联名吗？最重要的在它的背面，你看这个就是为了符合我们这整个背景。这次选用的型号是 LG 的 XG279Q， 那在以往它的推出的配色就只有黑色，可是这次为了跟钢弹的联名，再加上它的背盖原本就有设计这种的刻线，那搭配在这种白色底，是不是就更贴近钢弹身上的那种刻线的纹理的感觉？它还有加上一些红色元素、蓝色元素去做这一些跟钢弹串联的呼应，都已经有键盘、滑鼠、萤幕了，那还缺了什么？努力的把东西清掉，我们要来一个更大的。哇！有没有看到整个完成的主机？刚刚前面我们讲过显卡，那显卡它一定要搭配到主机。那这一次它这个手把就是方便玩家们外出的时候这样提。所以第一个特色就是在手把上面会有这样的钢弹字样的设计。这个提把可以承载50公斤以上的重量。我们要开这个挡板哦。好。哎，你要讲啊！你有没有吓一跳？你要可恶！这种感觉，你不会怕它掉下去吗？现在的机壳就是这种透明的，所以可以看到里面的内构，然后整个就会有很多这种华丽的灯光。好，那这个背盖可以拿走。那在里面呢、啊，就是显卡，然后背后是主机板。那再来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，就是这边有一个接的这种管子的，这个是水冷，所以这边水冷头这边有做一个钢弹的图案。仔细看，是不是少了什么？好，这次还准备了一个这个天线的配件，让这个改装的玩家可以享受这种组装的过程，然后把它装上去。组装完成了，它整个是软件，所以大家不用害怕。这怎么不会害怕嘞？下面 CPU 这你不怕，我都怕。有亮灯了吗？有。你看，像这眼睛这边发光，就好像钢弹启动一样。这边就是它的记忆体，它有这种导光的感觉。这个显卡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，已经接上去的显卡，它启动以后，整个会有这种灯条 RGB 的发光，哇，好漂亮哦。然后这边水冷头一路接上这个水冷的管，然后上来这边就是水冷排，然后水冷排的下面这边风扇都会有这种 RGB 的灯。好，主机板这边它的散热片这边有一个金属件。这种联邦军的徽章，然后钢弹的字样。其实主机板在它的背面有一个整面的钢弹图样，哇，真的是直接打中钢弹迷的心啊！那再来就是，电源供应器的部分，就是这一盒了。那这个电源供应器上面也是有很多跟钢弹联名的小巧事，我们来跟大家开箱分享。这个电源供应器，然后整个是选用白色的。再来就是它有附两组排线 ，OK， 就是白色排线。那这一次跟刚刚联名，在排线的部分也挑选了这种蓝白色的这种编织线，看起来就更精致。这一小包就是这次联名的重点，这种是整线用的，就是我们在比较外观的地方，要让视觉感比较完整。它有附这种魔鬼毡的整线带，这一片就是这次联名的设计重点，它就是多了一片这个面板跟着你的 power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空间，它就这样吸上去，然后去做一个变化。然后还有附这两个，它这个也是有磁吸的功能，它是磁铁，可以让你吸在铁件上面。都可以吸上去。那这次的机壳就是选用 ROG 太阳神机壳，当然在正面的面板也是有做一块钢弹的饰板。那再来还有一个小巧思的地方，就在它的右边下面这边有用了一块布。那因为 ROG 的精神就是会多元的去尝试，它尝试了任何的材质放到这种比较冰冷的电脑上面，然后多了一些这种布料，感觉会让玩家们更有温度的感觉。那再来，身为钢弹迷，就是用钢弹的主机、钢弹的键盘、用钢弹的萤幕，全部都是钢弹。开机以后看钢弹的动画。好，我们装上了整组完成的主机啊、键盘、萤幕，都是钢弹相关的。那当然，我们不可免俗的就是要用这样的设备来看一下钢弹动画啊！你说太浪费了吗？太浪费了。不会，我还想说来用 Excel 而已的，测试一下这张显卡多厉害。再来，我们就要玩一款 Riot 的特战银行，这算是乔老师
第一次在我的频道里面玩游戏，就献给了这个 ROG 跟钢弹，好不好？还有 NVIDIA， 点一下啊、哦，对战哦，开始配对，直接对战，直接来啦！哎、欸，我这个你看就是跟我八十七分像。我是小象，哎、欸欸，没有地图哎、欸，我跟团体吗？一起，对啊，一起走吗？你可以跟他一起走。哦，你、看整个流畅度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厉害、哦，你打死人哎、欸！呜、哦哦，开玩笑，你不要哎、欸，各位，你各位，就是，哎呦，哇、哦！哎、哦欸，为什么战败？哎、欸，又炸，又炸了，又炸了，越强吧，好不好？你越来越轻松了。对对对。敌人在哪？敌人在红色那边、啊。对，他们在交战，我们都要死掉、啊。那我怎么去？走过去啊！哦，这自己的啊、哦。对，在哪？这个死掉。哦，是哦，这个。吓死我！这个我操！哦，这太大。真的，真的干嘛？我等他没钱。我买太大了。我，哦，被闪了。神经病哦！哦，嘿，来来，高你，就是 NVIDIA 的流畅，让我啊，整个攻击瑕不掩瑜。你他妈，是啊，好。千钧一发，赢了，你知道什么事都没干？没有，整个这样画面的流畅，好不好？你看，你要左边就右边，头尾不会晕。对，然后你还杀了两个人，还多少？真的，我杀了三个吧。啊，三个，原来整个这种打游戏的过程这么有趣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完了，我这下子要进入这个圈子了。你以为这次华硕就这么简单，只有钢弹吗？错，我们的吉翁呢？好不好？这一次一样，好，三倍速就是用这个夏亚萨克当主题的路由器。这天线跟刚刚那一款我们介绍的钢弹配色都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它这边有做一个比较特色的，它只有三个天线，它其中一个天线就有做出像夏亚头上那一根天线一样，红色有角啊，红色有角三倍速三根天线，有夏亚的萨克味道以外，哪里有三倍速呢？这一次华硕选的这款路由器型号是 RTA X86U， 它的 A X 就是已经比以前旧款式的 AC 更快三倍，直接实至名归。这一款如果你只是一个钢弹迷，用电脑没用那么多，那这一款也是你可以选择的。这一次一样也是有整套满满的夏亚三倍速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机壳，哎，这个机壳帅哎！刚刚我们前面介绍的是算。华硕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品牌叫 ROG， 它是专门电竞设计。那华硕这次选择萨克就使用另外一个系列，也是很厉害的，叫 Tough Gaming 哦。它用这个系列来诠释整个萨克的风格。欸、你看，其实里面这个主机壳里面也是很厉害，这上面都已经帮你直接贴好这些康轩啊，或是钢弹的符号。好，那除了外壳以外，里面的也是可以让你满满的红色元素。这个就是 Top Gaming 的主板，你看这像这边就只有萨克的图样，而且它这边就直接是这种电镀法丝纹的金属红。在显卡的部分一样也是 Top Gaming 1660 Super 的型号。好，那这张显卡同样是用萨克的配色，也是给你满满的红色元素。那你一样也是有这种一体式水冷，那水冷头的部分它这个会发光，如果我们组装完成然后它开机的时候会发光，就是有一个单眼萨克的感觉。然后它一样有一个这个设计的巧思，就是红色有角，有没有？玩家们自行安装非常简单，就是增加了一个组装的趣味。哇，还有这一块也是27寸的萤幕。那这次比较特别，就是这一个型号它还有附了这一些装饰性的贴纸，而且它这个贴纸是厚的这种磅数比较高的贴纸。OK， 好，那个线条我们装饰完成以后，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很少有品牌会愿意出这样的这种贴纸，那么大面积，然后它的设计位置就是遮掉它的 logo。
嗯，而且它的红色调的是很相近的，所以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好像是真的整个涂鸦起来的样子。但是整个好像这边就是那萨克的那个嘴那个地方，整个装起来的效果就蛮出乎意料的，算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让玩家跟机壳，然后或者是整个3D产品的外观有这种互动的感觉，就是你自己要完成局部，就很像组装模型的精神。哎，赞哦！那这些联名的相关商品都会在1月16号 ROG 的三创旗舰馆会有一个华硕跟钢弹的特展，整个展览时间会到今年的6月底。更重要的是，在现场除了有这些相关商品展示，那还有这一组小老师为 ROG定制的 Mega Size， 那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商品，就乔老师第一次跟 Model AK 一起合作改造出来的水冷改装的主机。欸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在这里没看到，可是现场超帅，我自己看了我都想要。好，那最后1月28到31这四天，在台北电玩展 ROG 的摊位也会有钢弹联名展区及相关的促销活动，那如果你是钢弹迷的话，千万别错过。那想看乔老师开箱什么有趣的东西，欢迎下方留言让我知道。那记得去追踪乔老师 IGFB。那希望你评论、点订赞。那乔老师的钢弹联名开箱，下次见了，拜。如果你没有用到电脑需求，ROG 有它相关的潮牌，那还有它的周边，就是它服饰啦，然后像这一次这个水杯都有跟钢弹联名。然后这些 T 恤其实设计都很有他自己的想法，然后整体质感也相当的棒，所以。哎，这次钱不是万能的，这次是 ROG 的。你看，你看，我现在在这边拿着摄影机，那我的摄影，他自己玩得很爽，他还说还要再下一场。Neutralized。杀了三个哎，五个人他杀了三个哎，就是他比较厉害的。对啊，哎呀，差一点，没打到他，你要打到他。他也还是输啊，他的血比较厚，快，他快残血了。这个画质在荧幕里面看超好的，这个荧幕的画质真的超好的，整个流畅度。就是非常的，我已经分不出这个是荧幕里面还是外面是真的。